今年还不错啦，这个大概是好几个月来最晚起床的一天哈。那我们。今天投票完有没有最想做什么事情？休息，我想选举下来，特别这又是延长赛哈啊所以对候选人来讲，我们真的是体力哈啊各方面都非常到一个极界了哈。那我想最想做的事就是休息哈。那不过不管选举结果如何，我明天还会出来卸票哈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。是裴先生一起打这一场延长赛的感觉怎么样？没有，就如同刚刚李俊逸所讲的。延长赛就是一个意志力跟体力的这个检验。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跟李俊逸，希望我们可以做好做满，那奋斗到最后一分钟，那展现我们的意志力给所有的嘉义市民看。谢谢。那我们希望就是带着愉快的心情哈啊来投票。那我们要呼吁嘉义市民穿暖一点，然后都出来投票。投票率太低的问题。非常非常的担心，因为一次选举变两次，这是正常的，一定会降低。但是呢，我想这几天我们也一直鼓舞大家，告诉大家，真的民主圣地还是我们民主，就是要用投票来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，每一票真的都很重要。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。